叫海警支队。地台坏了，想办法修啊！再怎么折腾你也赢不了我，胜负未定，死到临头了还这么牛。脑子有毒，跟着阮凌浩到现在一点前途都没有，没意思，跟着我们干吧，一起荣华富贵。还是那句话，我们应该是兄弟。我告诉你，我也还是那句话，我不想跟混蛋做兄弟。我已经看透你了，我现在已经知道真相了，你们就是利用黎家来骗我。其实你们根本就不敢杀他，是假绑架。看来阮凌浩对你的影响不行，不干掉他，你永远不肯和我们合作。我告诉你，我发誓，你要敢动他一下，账户和密码我永远都不会告诉你们。你敢不说，当着你的面杀了他！你敢！吴志光，你想干什么？放开沙总！把枪放下，段公！你敢命令我？我一枪打爆你的头！看到我手里面遥控器了吧？我在船舱底下放了炸药。
只要我手指轻声摁下去，这船还有你们，也包括沙总，统统炸上去。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炸弹？班长，再往下滚了。班长，班长。把枪给我，李坤，沙利文，叫他们挪到那边去。把那个蹲下，过去过去。咱们之间有误会，你放心，我肯定给你补偿，好不好？哎，你先放给我，啊。这位小兄弟，你就是岳峰吧？你到底是谁？我是吴志光啊。你还记得老方给你的嘱托吗？咱们俩通过电话，记得吗？我想起来了。快，手表，快把手表给我吧。对不起，手表让我扔了。手表是老方给我的，你凭什么扔了啊？哎，你冷静一下，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呀。手表是让我扔了，但是老方在手表后面指针盘上写的账号和密码，全记在我脑子里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我骗你干嘛呀？你不信你问他们呀，他们把我绑架到船上就是要知道账号和密码。那快给我，我可以给你，你先让他们把我松绑。段工，给岳峰松绑，松绑，快！哎呀，快给他松绑啊！你干嘛？别动！他是我同伴，他也得松绑。这个人我认识，他叫阮明浩，是你们边防武警的缉毒参谋啊。他有身手，不能松绑，除非你把账号跟密码写在手机里给我，我可以放你一走。但是我没有手机啊。这好办呢，段工，把你的手机给岳峰。写呀！哎，我能问你个问题？你说。我想知道账户里到底有多少钱，是不是贩毒的钱？这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只要把账户跟密码写在手机里给我就行了。可能你还不太了解我，我这个人啊，好奇心强，就爱听故事。如果你不告诉我，我也不会告诉你账号和密码。再说了，你万一要是个骗子怎么办呀？啊！我要是中了你的圈套，岂不是对不住老方了？咱们又没见过面。账户里确实有巨款，存在瑞士一家银行里，折合人民币足有3亿。哎，问题我回答了，账号跟密码可以告诉我了吗？我可以分你3000万，就当是你帮老方帮我保管手表的酬劳，成交吧。哦，我明白了。你把我当傻子了？账户里面有3亿，我凭什么只拿3000万啊？你写还是不写？哎，你别激动，你别激动啊！我写。写好了，现在给你吗？岳峰，把沙利文绑起来。岳峰，绑结实点。你把电脑、卫星电话弄得一应俱全，看来你是有备而来啊。
你上船就是想弄那3亿来吧？别着急，等我办完正事儿，一件一件跟你算账啊！别着急。没想到吧，萨总，这一次在船上恐怕没退路了。段公，你他妈也得意的太早点了吧。账户和密码都是假的。炸弹被我拆了，你真的很聪明，我真的很欣赏。从现在开始，谁敢轻举妄动，我绝不手软。大家很清楚我的枪法。上空，你挖空心思把吴志光也弄到船上来，对吧？是吗？看来你真是想独吞老方这3亿呀。沙总，你错了，吴志光真的要想报仇，他一直偷偷跟着我，我们谁都没发现，他知道你家三口上船，偷偷把炸药运上船，要把你家三口炸死。可惜啊，他运气不好，被我发现了，我抓住他，然后我告诉他，老方留下3亿，就存在外国户头，他受了诱惑，同意和我合作演一场戏，事成之后，我们就分钱。不过他运气不好，岳峰，是你害了他。我看你的运气也没那么好。段公，你别做梦了，我是不会把账户和密码告诉你。我宁可死，宁可当烈士。我有我的办法。把账户密码告诉我。我作为中国的边防武警，我不会向毒枭屈服的，我告诉你，密码和账户永远都别想知道，绝不说。不说？不说。别参谋，你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再不说，下一枪就是他脑袋。不能说。我说，我说，但是我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你答应我把全船的人都放了，保证不再杀人，我就说。我们现在在大海里，我怎么放人？别开玩笑了。等船开到海外，你们把我带走，把其他人都放了。这点小计谋别想瞒过我，你想拖时间是不是？我说的是真的。不想再看到其他人为我而死。不说吗？现在把船上所有人都杀了。